会说英语的那个，刚才杰一直打我两次嘞，妈死酷水为什么都特别猛啊？这我们要从小钱赚起，不能一开始赚大钱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知道那个攻击 那个攻击力有差很多啊，差太多了。对啊，你只有5倍啊。啊，太难了！好，我们要从最猛的，我们从攻击挑起。哎，看，你看，看这个一发逆转，哇，这听起来就很猛。可它攻击力比较烂，我来看一下，自燃自愈，一发逆转，这个是最强的。哦，好，你决定挑这个，我们挑外国人。OK，5000万小钱啊？怎么开视频了？无聊无聊，跟小野寺这个垃圾，垃圾还要出钱？这个垃圾还要出钱？好啊，这边我们来了。剪刀石头，石头，哎，等等，我出石头会比较好。哇，太神了！好，我们这边再出个剪刀好了。屁拳！哎、欸，我们出布，出布！哇，那死定啦！好，现在还是势均力敌。那我们出石头，出石头。哇，打架有需要这么认真吗？对啊，如果这个打三场，真的会要人老命啊！算了，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赚钱不容易啊，赚钱不容易啊。压倒，啊，完了，他压倒，压倒了，压倒了。这样我再用拳头来制裁他，对对，拳头，拳头。因为他出布是最攻击最低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出石头很安全，超安全的。有了，终结技了，终结技了。有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没有了吗？啊，我们这边，好，出布。小野寺，小野寺不要！哦，小野寺，他生气啦！不可能啊！我们这边继续出石头，出石头最稳了。啊，这样要打三场啊！I'm the winner！ 啊 ，winner！ 啊，第一场我们胜利了，然后对，然后第二场的赔率是0.76，炸裂的宫口娘，呜、哦，哇哦，哈吉梅马秀，哇，你也是害我输钱其中一个人呐、啊，好，我先看。看敌人的属性，哎、欸，我们电光石火啦！哇哦，
电光石火，哇哦，太强了吧！好，我们先用剪刀。哇，电光石火太猛了！好，我们再用石头来压死他。哎，他是泰国人哎。Yes， 赢了！哇，又有前路障了！哇，好，4000万了，4000万了，好，最终战了，最终战。对，赢了之后就有2.72倍了。哇，高枕桃子，你是打不赢我的。哇，高枕桃子。他好厉害哦！技能发动，技能，耶、yeah! ！电光石火，啊，电光石火太猛了！这是他石头攻击比较弱，所以我们出剪刀最稳。好，好，这边我们取得了优势。对，却优势，我们的优势。哦，我们这边又赢了。好，等一下又可以压倒他了。啊啊！还有一半的血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了，小姐？你怎么了？哦，小姐，哇，自然治愈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圈好像坏了，我的圈坏了，我觉得我的圈有点松了。啊，我们决定出石头。想一下啊、哦，看颜色就能分辨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有那么？真的吗？看颜色可以分辨吗？他刚红色是布尾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看颜色可以分辨。哎，真的可以哎！哎，真的可以哎！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还有刚变，他刚变，哇哇！好，大家测试一下。哎，哇，你怎么啦？你看他是绿色，他现在绿色对不对？你看他是布啊，他是布啊。绿色剪刀？问号！你要害我输啊！我要输啊！哇，输啦！绿色剪刀，我要读到。
好，我们，哎，我觉得钱真的很难赚。我们知道钱啊，钱这个东西啊，知道吗？钱这个东西啊，其实不太好赚啊。你看，我累了跟狗一样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还是打主线好了。对，其实酒店啊，其实比较有趣啊。这个其实不好玩啊，对不对？就只是两个女的在打来打去而已，一点的也不有趣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要从伤痛中走过啊！我刚按到我快累垮了。好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们哇，以后再来。哎，先解除先，因为还有一个是酒店任务，在下一章，对不对？他妈，谁说？谁说绿色是剪刀的、啊？站出来！TOM， 站出来啊！他妈，你还敢说精华？是你喊的？